广州93岁的方婆婆于2019年7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了一次手术，原因是她的面部常常疼痛如刀割，身体在一年里瘦了20斤。老人被确诊为原发三叉神经痛，需要做开颅手术。为如此高龄的患者开颅，难度可想而知。他烦恼到连喝一碗粥啊，他要喝2个多小时，这一碗粥都喝不完。因为每喝一口啊，这脸就痛得不得了，不能出任何的差错，所以我自己在家里面先反复的把所有东西都预设好了，像彩排一样排了好多次。那最后用1个多小时，是具体是1小时12分钟，那比平常的时间呢缩短了一半。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杨超在显微镜下完成了这项精细的手术，现在半年过去，手术也正式宣告成功。据了解，自2013年起，杨超已成功开展了近1000台血管减压术，而为93岁的患者进行手术还是首次。他也因此创下了中国华南地区最高龄患者的开颅微血管手术记录。而在不久前，杨超还作为新桥代表在广东省第11次归桥桥眷代表大会上发言。他表示，他的家庭与个人都与桥这个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一段漫长而光荣的家族历史由他讲出。那像我外祖父是1930几年就开始在泰国作为一个爱国华侨，再投入到抗日的这个运动当中来去，也在那里呢组织了很多的华侨啊，还有侨领啊，组织他们去捐款捐物啊，去支援我们的抗日活动。1938年到1945年这个期间，也多次运送爱国的华侨青年回到国内去参加抗日的战斗，进入这个军队。有部分的人也进入了东江纵队啊，有的人辗转去了这个重庆，那个再去到延安呐。那同时，他也把很多的受到战乱影响的这种进步的人士，包括知识分子，也转送到了东南亚这些地方比较安全啊，去安置起来。杨超的外公是广东籍的爱国华侨翁向东。翁向东10岁就漂泊到泰国，一生都在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在1946年，翁向东协助筹办了香港培侨中学。当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，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候，远在香港的培侨中学也于当天升起了五星红旗。时至今日，五星红旗在这个学校上空已经飘扬了70年有余。成长在这样的华侨家庭，甚至在对于自己学术专业的选择上，由外公传承而来的价值观念，也一代代的在家庭中延续到自己身上。我父亲因为觉得我学习能力还是可以，他就给我一个建议，他说还是做一些最难的这个培训人才，最困难的国家最需要的这种东西你去学。那这也是我外祖父当时影响我母亲，影响我这个爸爸，他的一个观念吧，也是这样，国家需要什么人，别人不愿意干，那你自己就把它扛起来，因为是国家有需要，你总要有人去干。在我拒绝他们这种给我移民机会的时候，这个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也是起了很大的决定的这些作用。神经外科被公认为是医生培养周期最长、工作强度最大的专业之一。2005年，杨超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医院临时执业，学成后他放弃了澳大利亚的优才移民计划，选择回到广州，成为了一名神经外科的医生，一干就是15年。选择能够为国出力的专业，回到国家需要的地方来，这也许就是这个华侨家庭一直传承的家国情怀最有力的表现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